外地人都认为我们都会打腰鼓，其实我不会打腰鼓，我妈会打腰鼓。每天早上叫醒我都不是闹铃，而是腰鼓。你对那些地域黑的人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妈教你腰鼓好不好？那你可不可以教大家一句走遍天下都不怕混迹江湖的脏话，或者是你们的理由？在我们陕西，你们一定要学会说这么一句话，就是我是瓜西，意思呢就是我很聪明的意思，就是我是这来我很 friendly， 我很我是你来做你的朋友的，我是来帮你放羊的。外地人对你最大的误解是啥？误解？我们上海人无懈可击。无懈可击。你对外地人有什么想说吗？外地人，麻烦你教大家一句能走遍天下、混迹江湖的上海话。侬脑子瓦特了。侬脑子瓦特了。同学你好，请问你们来自哪里呢？我们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。啊，新疆人应该很多被黑的地方吧？你们平时经常在哪里被黑？会遇到同学，他们会问你是。那里是今天骑骆驼上学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今天吃肉吗？那就会问我们是住在沙漠里吗？还是嗯，你为什么长得不像新疆人？你普通话怎么说的这么溜啊？你为什么长得不像新疆人？因为我们这是对啊，是汉族人。其实新疆就是少数民族的汉族比例是对半，基本上一比一的这个汉族比例。那个坊间谣传我们每年有一个杀人名额。这个事儿，我们杀的人是不算的。对，不用坐牢。还有什么？就是哦，关于新疆断网之行是真的，对，很惨，蛮长一段时间，将近一年，好惨。那所以说你们玩游戏都只能玩单机的吗？局域网是吗？是，只能玩魔兽打内战，很惨的。哎，好可怜。那你们那些黑你们的人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杀人名我还没有用。哎，我也没用。我还有三个杀人名，所以小心。黑的时候注意点。可不可以教我们一句走遍天下、混迹江湖的非常有霸气气势的黑话？二一，阿斯蒂。同学你好，请问你是哪儿的？你觉得我想哪里啊？这话能挺中不能？一听就是河南郑州的。请问外地人对你们有什么黑点呢？咦，别说了，你说一说是河南的，天天说我是骗子，要不然呢就给我提井盖。你对那些黑你的人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咦，别跟我提井盖，这事儿有啥可提的？还有啊，河南人不骗人，你见的河南人可能是装的。可以教大家一句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方言吗？这个嘛，河南话还是挺好学的，就是呢，在任何说话语气之前，就说一句咦，你儿能啥嘞？同学你好，你好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东北。你知道外地人对你们黑的最多的是什么吗？哎，其实无非也就是那些嘛。我们东北全都是社会人，大金链子和纹身，然后旁边还得跟着一个穿着貂的巴塞小子。还有就是他们总会觉得东北人都非常的没有礼貌。所以说你想对那些黑你的人们说什么呢？首先我觉得我们东北人呢都是很有礼貌的。其实那比如说我们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是会询问对方的意见，比如说削你信不，还有说瞅你咋的了，一般都是这样的嘛。然后我觉得东北其实温文尔雅的人也很多，比如说像我，基本上我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人会跟我急眼，而大家都会心平气和的在这里一起交谈，对不对？解决问题就好了嘛。可不可以教大家一句走遍天下、混迹江湖都不怕的东北话？我觉得刚刚那句就很不错，瞅你咋的了。